向大家推荐一款单轴承综合型万能家具，体积小巧，外观也很漂亮。背部呢，采用了一块304不锈钢的加重型钢板，很有分量。四边呢，加了4颗防滑垫，让维修师傅在桌面上操作除边胶的时候，有效地避免了会滑动的这种现象。我们这个卡具做了一个台阶的处理，可以夹住现在市面上任何形状的手机主板，夹得也是非常的牢固。这边呢，做了一个防滑的铝合金轴承旋钮，滑动是非常的顺畅。同时呢，这边的卡具也是同步的做了台阶的处理，可以夹住手机主板上不同大小的 IC 进行刮边胶和一些日常操作。好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也是非常的牢固。这款产品呢，它加入了一块超精密磨刀石，一些维修师傅呢，可以把他日常所用到的一些维修工具，比如说镊子或者是维修刀片，都可以在这个磨刀石上面进行打磨或者是抛光，可以更好的去使用它的维修工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非常的实用哈。同时呢，这款产品它的定价是非常的亲民，也很优惠，有6种颜色可供大家选择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下了解。